AutoFull 奥风 WCA 2016唯一指定电竞椅，八彩呼吸灯，四 D 扶手，内置蓝牙音箱，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极客、极致、极酷，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带你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战斗。制胜之道，长指之间，狼派电竞装备。T-Move。专业电竞品牌 iGON 爱公为 WC 2016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爱公为荣耀而战。戴尔 Anywhere 为 WC 2016官方唯一指定 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精彩活动。挑战1500万总奖金，尽享倒塔魅力，阴魂之刃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微端精品3秒下载，热血赛季阴魂喊你战一起。站在最好的赛场上，让更多人为你欢呼，这是全部吗？不，你还拥有无限可能。欢迎回来啊！上局也是英雄母扳回一城，然后接下来呢会带来的是英雄对阵皇族的，今天也是最后一场第三局比赛啊，今天也是个积分赛，然后我们先进入一个第三局的 BB 画面。哎，妲己也是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个英雄出场。哎，这妲己是不是上局的血鬼啊？对，好像是吧。对，是这个人好像妲己会好一点，这个啊，没错，血鬼会好一点，感觉好很多。起码能秒死人了，起码说就是，起码有两手控了。我感觉啊，就作为一个打野，要么是能刷，要么是能杀人，两者得得其一。你玩血鬼，感觉两边头都各不占，你不站在那个能杀人的那阶段，也不站在能刷起来的这个阶段，他能刷前关键是要有保命技能，就是说他能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吧。没错，然后车爸表示不服，哎，你上去拿我凯撒，我教你玩如何玩凯撒，好不好啊？放弃图坦了，拿凯撒。哎，今天感觉凯撒三局都登场了，看会不会连胜三局啊？凯撒现在还是强，还是强。凯撒感觉从出来到现在就没有弱过。他从出来那一刹那，刚出来的时候出蓝血吧，后来感觉出一速血了，就一直在砍他。但是砍完之后发现，哎，还是强，一直强。这个英雄真的是，除非人为崩，人为崩那就行。性能摆在那，确实很难弄。一个非常舒服的反野技能，关羽吗？不是吧，兄弟。黑桃倒是给他放出来了，还是图坦，图坦还是图坦。双方 C 还是老样子啊，黑桃跟探花啊，反倒是这个版本感觉那个罗刹比较少见。换卡，来，金丹换卡。是，搬了屠夫之后选了个换卡，让我们看一下鼻孔，不是 Fame 这个选手玩换卡的时候，说来带来一个怎样的操作？说我们感觉这个英魂这个游戏它。最早出来的那些英雄，就是说像妲己啊，然后嫦娥啊，还有蚩尤啊，貂蝉，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蛮好的，蛮好用的。那你这么说，我想起个英雄，最近版本加强了，森林之女啊，老树盆根，好厉害。森林也是岳某经常使用。对，但是也是在比赛中间少。之前除了冲上一届总决赛，不，这前两期这不是用过吗？W 不是用过一局吗？用过一局，但是好像输了，特别明显，因为他们拿那个位置是拿给了一个中单，对，可能位置上不太合适吧。你让一个起五号位作用的一个英雄去打一个二号位置，这倒是。毕竟森林之旅他的技能的面板属性摆在那，成长性太低，有点像神龙士，对吧？就是哎，暴君沙特，
可以啊，嗯，不服，英雄表示不服，教你暴君怎么玩。然后皇族还是拿到有蝎子王啊，蝎子王这个版本也是稍微的加长一点点，抬手变短了，嗯，然后那个距离变宽了，好像是。是，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蝎子王这个英雄打比赛的时候有点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好用，他只能秒死一个人，没有打路人局那么只酣畅淋漓嘛。他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食人魔，就是可能我对线的时候不会吃亏，但是打团的时候也杀不死太多的人，就是半肉半输出。但如果说强行想要去切某一个点的话，又有点困难。对对对，而且一旦崩的话，就更困难了。对，优势都不好说，别说劣势了，就是感觉他们也是敢拿，我们也是看，也是对对对，看一看，其实还是蛮欣赏的吧。会不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效果？是蛮欣赏这种能拿出一些我们没见过的，有真的是有那种叫什么、观赏性。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业队已经是千篇一律的英雄，能拿到这种没有人敢用 的是值得提倡的。是，然后一红表示在玩了一局时空裂之后啊，立马把时空藏起来了，我玩一局走，我们季后赛见。毕竟我们游戏英雄多嘛、是是是是，我个人还是认为时空是这版本最强的打野没有之一，感觉三个 对三天看下来，时空这个英雄真的是爆炸。是，他天生克所有的没有位移的英雄，包括这局的你看皇族的妲己他也克，方卡他也克。对，没只要你没有位移我就克你。而且有一个就是说妲己在面对一个时空的时候他冲不上去，这非常尴尬。对啊，他那个 E 本身那个 W 可能是一个忘川 E 的三倍有伤害，而且是范围的 E。 对，忘川那个起码只是个边边 E 对不对？对，他是个范围 E， 我那么大炮全是 E， 太可怕了。然后的话妲己这局还行，说实话选出来一旦肥，妲己这种英雄就需要有钱，没钱就废了。对啊，我觉得妲己玩的好的，我个人认为 US 比较算一个啊。花吃的都比较胖，比较胖就比较厉害啊。但我自个儿玩的话，玩妲己还是比较懵的，经常玩那个五号位，所以看那妲己怎么出装吧。妲己这英雄应该妹子比较喜欢，万景城应该平时也经常玩吧。我看你好像玩小乔多一点，不过妲己应该以后有所涉猎。妲己也有铜牌啊，铜牌那很厉害。但是玩的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也是玩着玩着就自己起来了，还好，起来了还好。逆风就逆风有点对，就有点划水，有点对，有点划水。是皇族这个阵容还是一个他得冲上去吗？确实他得卖肉，不要怕死，因为他 W 可以吸血，包括一个 W 的释放，这版本也是把妲己的 W 给改了。之前 W 能无视翡翠的，现在不能了，开翡翠之后 W 无效，对，这就很尴尬。其实双方这局换卡新皮肤，是我们双方这局有好多个妹子啊，各种各样妹子英雄。我感觉我们游戏好像妹子比就是英雄里面超级多。我那天还做了特意做了一个，就是我把图都截出来，然后给我一个朋友看，他们不是玩这游戏的，然后给他们看，他们也是非常感觉到这些模型都很漂亮。对，而且大多都是这妹子英雄，然后包括皮肤也是做的非常良心，非常好看。好，让我们进入一个第三局的游戏画面。左边方以后右边方皇族啊，哎这边。这边我没看见，稍微加载一下，没看见、果哎，过神音二。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英雄啊，这边嫦娥，然后凯撒的安静，刚才那个是暴君，这是暴君新皮肤。我们暴君下路是一个图坦啊，我们脑补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加载的环节，因为我们游戏是端游嘛，微端游戏嘛，所以说下载非常快，是下载很快啊，所以说也是没有读过的英雄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不过也很快就好了，没事儿。看李昙花这边，李昙花这边一个针眼一个眨眼娃，把上路这个堵得死死的，然后安静宁还是老样子，先卡兵线，然后去收暴龙。是，但我怎么有种预感，这地方加载不出来嘞？不会了，稍微等一等就好了。是吗？对。行吧。哦，那可能是我们这台电脑的问题。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嗯。好，这边，暴君中路在卡兵，对对对，换卡，这是新皮肤是吧？对。哦，新皮肤的话 ，Q 一手，哇，有点痛啊。还是很好看。是，暴君这边在扔球，然后下路的话，黑桃拉野呢。这是一个图坦在拉，对，图坦。图坦这个应该是用的那个什么皮肤吧？是我们这边绿色的光效。我们这边也是由于奇迹高人看不到图坦模型了，不过大家应该能看到，没事啊。只能从他这个脑补，从他身上的
从他技能来判断这是个什么皮肤，从他身上判那个散发的一个光芒来看他什么英雄啊，非常帅啊。他神行石开启了，对，神行石开起来，中路抓一波打换卡来不来，哎，看一下李唐花还在发育啊，没打没打，绕了一波放弃了、嗯、然后嫦娥这边还在兢兢业业的发育，安静灵打完了双龙之后啊回家。嗯，不一样的是蝎子王是送死送死啊，送死回城的，安静灵那边走回家的，蝎子王飞到下路去。对，哎，你从这局阵容上面你怎么看、嗯、阵容啊，我们来从两个打野来看的话，从两个打野来看的话，感觉还是英控更好一点吧，感觉英控这个变相更常规一点，妲己还是少见。哎呦，一个针眼防好多，我、哦、天，防好多，那个眼都是英控的是吧？说错了，是皇族把英控眼反了，撞了这个。凯撒还是蹲，凯撒说我第一局蹲得很开心，哎，看。就看到拔掉了。哎，凯撒这边在思考人生吗？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下路这边的话，还是要老样子来了。哦，皇族意识很好，直接走。能看到上面有个眼，是那个眼看到了，没错。皇族他没有意识到吗？可能意识到了，他只是说逼你一个走位吧。嗯，对，先压一波他经验。没错。这边又是三个人刚下路。是三人刚下，蝎子王表示下路不好守。哦，妲己飞了，妲己飞的是哪呢？中路吗？是中路吗？不是，他飞的是下路吗？是下路啊，下路两个人守塔，哇，这画面好美，我不敢看。这我们看下中路吧，中路也挺美的，去看上路吧。上路这边李昙花一个 AQ 收到了这个 buff 移速，没错。对。哎，下路这边乱斗，哎，乱斗模式开起来，这边黑桃。好的，一位移过来。这是黑桃吗？一个闪避，这蝎子王。哦，这边斯坦死掉了，蝎子王把人给切过去了。啊、哦嗯，没错，哎，移过去之后一套 A 死，这伤害有点高啊 ，ATK 黑桃还是伤害蛮高的。把画面切到那边那台。嗯。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啊、哦，那我们稍等一下，切一下画面。看能不能还，不然我们先看一，我们先看一下吧。行。这边，嗯。对，自由调自由视角，是黑桃开了个神鹰石，然后去到了那边。哎、对，哦，好的，我们也是看到皮肤这个、啊、这个哦，非常漂亮，由于皮肤比较漂亮，对，读了比较久，哎，这边来了，来了 AQ W A， 哦，在这边控了一下，会不会死？控了一下，有没有死？这边换一个，换掉 ATK。我总感觉他躲在亏的好像反杀，哎哎哎，换卡没亏到黑桃，皮肤过那个，哎呦，嫦娥过来了，哦呦，死之前把 Q 换掉了，还不错。啊、嗯，那边导播能调一下那个自由视角吗？是我们的场控帮我们调一下自由视角，谢谢。然后这边上路的话，李昙花对上一个安静灵，感觉李昙花发育的还是挺好的。五分钟补了42个刀，安静灵怼一下，李昙花这边扛塔了。怎么说？毕竟这一局的重心都是放在了劣势路。是，昙花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小，个人那边的话压力还是不大的。对，哎，这边要打吗？李昙花一速 buff， 如果 buff 感觉给凯撒稍微好一点，妲己来了，妲己有羊的吗？打一波去减速，蝎子王来了4个人，皇族全到，全军冲击，好吧，这怎么办？昙花比较舒服，在后面一直平 A。是，没错。然后这边看一下。上路这边图坦还在收他的一个防御塔下的野怪啊，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可能还是在调试、嗯、啊，调一下设备。这边也是碰到图坦碰到这边位移是没办法的，一下碰到直接回城没办法的，只能控制。哎，曼女神，你觉得？嗯。暴君这局能不能打出一个实质的效果？他现在你看现在啊，嗯、虽然补到49个刀，但是感觉上还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就一直在闷头发育，闷声发大财。他现在不敢走，他走到哪里也不好，他不好打。怎么说？他在线上、嗯、AQ 在，但是没有那个换卡强。是换卡就感觉六级之后就可以支援了。对，暴君的话就不敢走，一走崩掉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对，崩什么？
哎，一个四级的图坦对阵一个四级妲己，双方都在支援。妲己这边要去补线的话，会稍微好过一点。都帮队友在补线，两个都是补线的吧？上任务的两个人都走掉了。嗯，对。反倒是嫦娥啊，嫦娥这局学习了那个一米五大神，补了十个刀。对，不补刀。哎，蝎子王这边还在补刀啊。哎，这边嫦娥 W 一手，但是这边两个人都只有五级，是没错。他想做什么？哎呦，杨一个可以打，杨打断了 TP， 怎么办？会不会死？狙一个秒杀 W 那边交出来，皇族这边非常果断。好的，下路也是爆发了，这边是凯撒，凯撒一个大招，非常尴尬的把这个没有位移的暴君给收了。暴君就是这点非常尴尬，没有位移他去哪里？支援如果说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拿到这个人头，他基本上亏的。确实，感觉暴君面对所有一个有突进的英雄的时候，他都很尴尬，他上也不是，不上也不是。对。啊，虽然说他通过复活是买活了自己，但是没什么用啊。他回去补一波线，他是他不能改变这个。对，他能做的是只有这个，刷钱啊！对面不杀我就收割，对面杀我的话我就认命，真的是这样子啊。他也是跟 ADC 一样，也是非常需要输出环境。其实暴君能起到作用就是，哎，这边回头。凯撒，暗精灵是暗精灵没大招，反正凯撒如果反打的话有机会。哎，暴君一口有点痛，凯撒还在恶心他，这边凯撒应该走了，还是老样子，牵扯一万个人，跟第一局皇族套路是一样的。其实对，凯撒真的还是强啊。嗯，没有错。我这边也是稍微调一下那个 OB 的界面啊，刚才也是由于。配件的问题导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对，没有错。好的，我们现在是视角切过来了，切过来啊。经济的话，还是皇族领先了3000块啊，感觉凯撒选出来之后确实非常的好用啊，可进可退。一个双呼唤的妲己，但没鞋子。在上路。是曼女神，你觉得妲己，你玩妲己的话会先出血吗？会，第一件出血。他没鞋子，凯撒你要死了，能不能救一下？没救到啊！他这个人他粘不到人啊。是粘到也没用了，凯撒死了呀。刚才如果凯撒没死，凯撒有大招反打一套，其实有机会杀。如果说跟上的话，是还是有机会的。是妲己离得稍微有点远，他刚才如果在这个地方蹲的话，没有鞋子。对，第一远，第二没鞋。对，跋山涉水很关键。蝎子王飞到中路，这蝎子王打到目前为止还行哈。嗯。而且他装备有点奇奇怪怪，非得出了蓝血。你觉得蝎子王出蓝血好吗？我前期出他，如果说后期有钱，他换掉也行。哎呦，确实这样。哎呦，狙一下，通啊！哎呦，哎呦，又是一个大招，差一点点。哎、蝎子王说、哎：“他在这里传送，还好。”蝎子王说：“我招谁惹谁了吗？你干什么嘛？一万个就能打我，奇奇怪怪的。”他应该是有传送石直接刷回去了，应该这样子吧？没刷？没刷。刷了，话音未落刷了回来。传送已抓。昙花碰上，一速 buff 哎，很关键，你的盾没了，没有办法，你死了。哇，这伤害，他叠了多少层啊？43层，10分钟。10分钟。哎，以你理解，挺高的吧？对，挺高的。这礼堂花感觉要爆炸了呀！两个点，一个礼堂花，一个凯撒，感觉顺风顺水。哎，皇族第一局是不是也用了礼堂花？好像是黑桃，是黑桃还是？黑桃，没有皮肤的黑桃，而且是。这倒是记得很清楚啊！看来曼女神对于皮肤这个。耿耿是的，这确实，今天也是听说了。皮肤是支撑我玩这个游戏最大的动力。哦，不只是黑桃是吧？哎，妲己要死了，妲己的皮肤挺漂亮的，扬了一口，扬了一口还好。是没有被拉，凯撒又在这个位置，奇奇怪怪又来了，恶心啊！哎，眼都杀好了，暴君这边如果被红卡控的话就死了，完了兄弟，话音未落，瓜熟蒂落，兄弟怎么办？好的，回头这样一个技能交了出来了，大招交过来，然后回头一个E。凯撒也是非常心机，等矿卡一完之后我再一 对吧？第一可以上人头，第二确保能一到。他是后面才交的一。是他应该是为了让矿卡定住嘛，确保能一着，怕一空了嘛，一空就杀不死了。其实这是个正确的选择。哎呀，这边是一个传送上路，传送去上路了。但是问题是妲己一个打两个啊。可是妲己开大招没有跟上啊。是他杀了一个人，他杀了一个安妮。这边是想要爬下强杀，然后妲己开大招反打。哎呦，中路又杀一个，杀人乘以二，天哪！皇族这边三路优势啊，下路刚才好像也杀到一个，黑桃好像也死了。前期这边皇族通过一个凯撒的牵扯，让三条线都非常的舒服啊。哎，看这个情况。这边也是各种断兵线，各种偷野，自己情况还不错，也是摸到42刀回家。他现在身上是多少钱？
三十人上是，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有人头要缠上。这个黑桃还在 A 还在 A， 他这个 EGW 狙可能应该是死了。凯撒这边1400，其实还好，他这局发育比第一局好，必死两次，比第一局没那么好，但是还是恶心。他把他最主要的作用是把一哄的打野牵扯的不行。包括中路跟 ADC 牵扯的不行，你不去管他，他就一直偷野，一直蹲线。你管他，好像又不说你浪费了多少的人力，你浪费了很多时间。是，还有情感，抓不到，很烦。抓不到，烦。来抓一波，没抓着，哎呀，好烦。我看下一波还来不来？是啊，无形中这就是数据之外的体现。这图坦还在蹲人，没蹲着啊。桃花非常的猥琐，他也心知肚明啊，这是个假象，对吧？假象来了，来不来？没预兆。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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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到人，然后但他选择感觉安静临死，这个安静临死没办法，他已经毕竟等级低，对，探花还是稳，他拉不到探花。哎，但是刚说完稳，哎，你说稳，你说我稳是吧？哎，还真挺稳的。他刚才如果没躲掉亏的话，应该是死了，没躲掉亏应该也不会。有知道有图坦在这，他一直没有上前去。对对对，如果这个时候图坦他心机他这个大招不交的话，还有可能。他刚才交大的话，主要也是想秒个人走。稳一点嘛，但没想到你桃花爆发那么高，其实也没赚。桃花这边又好顺啊，1800了，8.4 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黑桃也很顺，8.1，两边的大哥都很顺。但是问题是中路这边有没有保护眼？没有保护眼，暴当暴君意识到还不错，这意识可以的。最近真的是心疼我暴君啊，所有的暴君都被人家抓到不要不要的，没有位移，没办法。都知道你没位移，都欺负你啊，你腿短啊，怎么办嘛，对吧？我腿长。好了，往后面绕一绕，这个安吉林这边。传了过来，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上路。昙花在后面，但图坦大招应该是快好了。是。哎呦，这 Q 伤害真的是高。54层，然后20层的圣魂剑。是，黑桃飞到了上路这边是没有黄色保护眼的，抢了大招了。一速 up 还行，凯撒这打、哎、这个妲己开大招没用了，桃花把他卖了，桃花把他卖了，很关键。晕了一手，看黑桃能不能跟上。好，跟上了，而且人头很关键是黑桃的。对。哎，一套打死了。大连使一个很关键，等李桑花来了，李桑花来了怎么办？哎哎 ，W 还行，回头跑，撞墙了，撞墙了，第二个 E， 哦，嗯，用 Q 是的，单杀，伤害也是高，他刚才也是不敢往那走，那么多血，是，方卡这局好顺，感觉三局的皇族的中单打的都非常的不错啊，对，他中单挺稳的，一直还是，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中单崩过，对，包括上一届皇族输掉的时候，其实也没崩，讲道理他没崩，他的主本没有看到他崩过，是，打挺稳的，不过之前有一阵子他好像去打野了。对吧？让车爸爸去打中。前几天，哎，一了一个黄族，这个嫦娥一速 up 能不能跑？第二个 Q， 哇天，凯撒确实恶心啊。对，不讲道理。而且现在他这凯撒也是非常舍得大招，见人就打。是，真的是各路。包括他们的室友也是这样子啊，对 对, 对, 对，一个人一样照打。这团队的大招当点控用。对，没错。这边探花就飞到了哪里呢？飞回了家吗？好像是飞回家了，回家了。双方 C 团都还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打九折很关键啊。妲己就跟第一局的那个，妲己他选择他、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开大的那个时机要抓得非常好。对，他要是那种将死不死的阶段开个大招，然后把人养一口，那是浪费的。那浪费的。如果真的是在全员到齐，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打这一波，那就先开大招。他可以去开，他可以去开这个大招，他可以选择去开，他还好。但是如果在那种明显就打不过的情况下，你开大招，乱开，对，有点。他的大招 CD 还是蛮久的，好像快100秒吧，我100秒恒定的，还是蛮久的。凯撒一口，哇，你打不过啊，你那个气，哎呦天，哎，你说等着，等会燃魔之刃教你做人，别急，确实感觉安静燃魔之刃之后就质变了，对 ，A 一下100蓝，任何一个非智力型法师，哎呦来了，狙你一口，别解释啊，没解释啊，上车，当然是一个，没办法，没有大出来，大了李桑花的话可能会死。可能也只是可能卡下晕一下而已。卡会打他嘛，把多打两下、可能会死。这边皇族三路都挺稳的，而且又是凯撒。哎，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猎单现在是选择那种，选择一个相对灵活，然后能够苟住不死的那种。那他们就是说他这样就不崩就赢。哦，对对对，确实就是肯定不崩他要赢了，只要我不爆炸。但问题是嫦娥来了，有没有大招？他不需要在前期在劣势路创造出多大的优势。没错，他只需要稳住就好，然后当让其他路发育，然后其他路带节奏，只要路带起来节奏，我们就赢了，带不起来不管我事儿。
是这样吗？我脑补一下，是这样。从我曾经打过，就仅仅只是前期来说嘛。哦，他到中后期还是得做点事情。是，其实他也是这变相也是相信队友的方法吧？我觉得他中路这边那么的稳，我干嘛不选一个不崩的英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这把就死了呀！哎呦，哭了。虽然你有恶魔皇冠，没什么用嘛，你告诉我有什么用嘛？哎呦，这么硬，伤害又高。真的心疼我，这暴君没地方跑啊！真的没地方跑啊，腿腿太短了。我提出一个呼吁吧，以后比赛不要用暴君了。看到可怜，真的可怜。我们人为的办掉他吧，潜意识里把他办掉。这比当初那个小乔更利用我，让我可怜。小乔起码还有点用，反正暴君的话就是前期刷后期死。前期刷后期死。前期刷很有钱，然后后期啊死了，就这样。说实话，你说他选出来，我们都知道什么用，就是让帮 ADC。起到一个吸引火力的效果，对，但是很多时候你那火力没吸引到多少你就死了呀，人家就是几个小技能把你蹭死。暴君我印象中应该还是去年还是前年的同胞，也是当时车爸爸带领的那个老铁，凹凸下打的一个暴君，当时对于他们队伍那个体系还是蛮适用的，他们整个一个热火重连的一个，那倒是一个打法。当时也是因为中单强势英雄少，对，现在什么换卡呀什么真的长奇奇怪怪英雄好多啊。当时好像就是暴君跟蛇女的年代嘛，说到暴君蛇女来了吗？这边一会儿要打一波，蝎子王一般，蝎子王应该是死了，问题是我能换几个？哎呦，我长过来直接秒他。跟上。哎，阿黄二还行。慢点，你刚说什么？妲己刚刚为什么不跟上暴君，反而选择往塔下面走了？是的呀，他好像想杀那个嫦娥，结果让暴君回来了。对他刚刚其实完全可以过去控暴君。是混到暴君就死了，嫦娥其实是必死的，没错。这边感觉凯撒走不了了呀，哎，没 W 吗？这有，还行，一速鞋就是跑得快。对，他有个防御板，好，消失了。真的要换卡不敢惹。哎呦 ，AQ 结果被狙击，狙了一下，狙到了好远的范围死了，直接死。问题是黑刀死不死？黑刀没死，黑刀这边没死掉，换卡没蓝了。是，黑刀这边是有破山吗？果然有破山，伤害确实高啊。这边凯撒也是帮助队友相，他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通过我的卖肉帮队友建立一点输出的空间，对，看能不能把人换掉。结果装叉不成自己死了。对，他刚刚如果选择不去 Q 那个小兵，是直接走的话，或者说直接选择这边约塔跟换卡去把这个黑桃换掉。啊、哦，没错，是这个道理的。要打了吗？看一下黑桃这边，哎，一下躺没了，好吧。嗯，其实。这局双方还是都有机会的，对，只要暴君活存量活到十秒以上，他只要真的是他这个装备挺好的，失血加恶魔皇冠，对，他的输出其实蛮高，问题是他现在有他等到他有输出之后，对面比如说像蝎子王，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切 ADC 还是切这个暴君？我切暴君的话 ，ADC 在旁边可以输出的非常舒服，像妲己的话，他去突这个脸去抓 ADC 可能性不大，没有错，而且他抓只能抓暴君。而且你要知道，这局是没有时空猎人这种奇奇怪怪英雄的，这图坦拉个人很舒服的呀。对，上局之所以拉不好，主要是有个时空拉他不是，不拉他也不是，你拉他吧秒不死，不拉他吧扔个 W 怎么办？这很头疼啊。是，感觉时空也挺克图坦的，有没有这感觉？对，真的是，拉完我人我扔个 W 怎么办嘛？除非是在这过程中你们这边自己队伍这边伤害足够，在他图坦大招的过程中，对对对，伤害足够，这真的是要太大的游戏了。正常情况下想秒一个时空蛮难的，就纯肉的时候，反倒蝎子王打到后期我并不是很看好的英雄啊，虽然刚才也说过了，打后期做纯肉嘛，纯肉确实，但这局还刷装备还行，输嘛，是是是，嫦娥挡到目前为止有点崩，他只有个大原石，靠大原石挑了不少钱，经济的话不是很好，凯撒绕后了，感觉嫦娥要死、哎呦要死了，一 W 一个，这边有大原石可以奶一口，抵消一个亿的伤害。有没有拿一口拿？哎，没死掉，哇西吧！你说凯撒刚刚带这个大招反向放会不会更好？他刚才大招是好像是没搭到嫦娥吧？他是正向大，对，然后是好奇怪啊！那大招他往塔下大的话好很多，真的是西吧？还行。那这刚说的话，那个大招释放方向还是非常重要的。嗯，确实，玩凯撒的时候，大招的角度以及取舍确实很关键啊。你说？这暴君会不会成为一个自己的转折点？我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他真的好像感觉皇族这边奇奇怪怪的，但是装备起来了。嗯，虽然说感觉一直吐槽他
心疼我暴君，但他也是只死了三次，而且装备起来了。仅仅只是吐槽这个英雄的缺陷而已，并不是说针对这个选手怎么样。是，没错，暴君这英雄就是起来之后帮 ADC 承受了不少的伤害。对，安精灵这边大特魔刀也快好了，蝎子王后期是个看衰期，这个英雄到后期打比赛的时候控制多的时候不太好用啊。来了来了，反蹲了，但是问题是蹲不蹲得到很关键，这么远，哎，还这个十四级凯撒感觉不够蹲啊，兄弟。清兵这个兵很关键，不清兵吗？哎呦喂，清了，三打二能打赢，清了兵就能打赢，不清这个兵就血崩。蝎子王，哎，还行，跑掉了。安精灵一个 Q 能不能 Q 到？没亏着，啊，那还是皇族赚。对，皇这边没什么，蝎子王杀掉很奇怪哈。对，一丝血，然后皇族这边吹中，哎，黑桃这边来，哎，这长为什么过来这个地方啊？好奇怪，图坦想拉救一下，拉谁？哎、拉谁？这个大招跟上，他拉了吗？拉了个，拉了个肉啊！杀了什么？杀死了，但是两个大哥在怎么办？黑桃压根没来，哎呦，两个将全死了。但是现在暴君也是收了一个凯撒人头哦。暴君收掉了吗？收了凯撒人头。哦，追到天荒地老收掉了，两个大哥没死啊。这边黑桃在路上昂都位要支援，这地方很诡异的碰到了，这地方红是有视野的，看到了。黑桃在没安静在没肉，安静没蓝了，安静直接死。哎，这边敢不敢打？不敢打，这四血，这伤害好高啊！哎，换卡多加个技能，哎呦，多了个 Q， 少个 Q 的话，黑桃就把它换掉了。这波是一控的二换一，对，其实亏啊！哎呦，一控亏，三换一，蝎子王复活，蝎子王 TP 下来把暴君杀掉了。我感觉这个暴君死的死因跟那个凯撒是一样的，凯撒刚也是半血没有回家，就浪嘛。然后可能看到想要去收那个 buff， 是，然后这个暴君他。应该也是状态，应该也是不佳。嗯，刚才黑桃好像少一个邪神，如果有邪神的话就能换掉。刚才黑桃上应该蛮多钱的。暴君不知不觉刷到了184个刀。暴君这英雄想刷刀还是蛮容易的，感觉上。对，前期 Q 技能没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漏兵。是。没有等级没升上去的时候，就是说在一边对线的情况下会漏兵。反正我个人啊，我个人现在是你让我玩中单的话，我死都不玩暴君，因为现在我的评价是太容易死了，然后自己的数据不好看，真的是玩个时空猎人就很容易就是优势很大嘛，嗯，优势血量，玩暴君就是啊，可能能赢，确实能赢，但是你个人的数据不太好看，作为一个中单，我觉得数据难看，真的有点让你觉得不舒服，真的是不舒服。作为中单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数据的，对吧？中单这个数据 KDA 还是蛮重要，你看这个换卡嘛，就是这样的。嗯，四杠二杠六很舒服嘛，对吧？输了也不关我事儿。但万一这是个是吧？四杠十杠六的换卡就输了，那你就完了。跟你说，输了你锅就来了啊！来了，我怎么办？支援成一，支援成二。后面的传送要不要打断掉？打断掉了。凯撒这个大招很漂亮，把两个传送打断了。但是问题是杀不死，暴君一套，凯撒死了。是赔了个凯撒。是中区这边凯撒由于几波游离导致了，而且黑桃进场，这腿短的打击怎么办？有 TP 吗？是跑的 TP， 后面刚刚有看到有一个传送 TP， 是蝎子王的传送，蝎子王传送，死，哎，他到能不能闪避啊？骗自己啊！如果闪避保持人，闪避大招无敌了，我跟你说，有点可惜啊，感觉一控能翻啊，皇族中期有几波很浪。黑桃这边渐渐的装备好像也是不错，现在已经是到大西了。嗯，没错，而且他的翡翠也快好了。以后皇族这边虽然两个大哥位都很肥，但是问题是推不掉高地啊，是吧？到高地都推不上来，安静先别出去就好了。你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正面打团的话，打得过吗？打以后吗？打不过的主要原因是蝎子王打团的时候不太狠。哎呦，我要死了，要死了！您沉默一下，大推磨刀，大推磨刀，沉默呀，沉默为什么不扔？哎呦，还行，他刚才没人沉默吧？没人，他是安精灵，只有安精灵沉默。是，我是说安精灵沉默嘛 ，W 上去沉默嘛，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图坦不死嘛。对。啊，不过刚才一换卡了一套包，可以带走他。是他没扔出来，被安精灵晕住了。刚才安精灵最好的操作是 W 过去 A 一下沉默，有个大招就无敌了，也行，可以接受。这样的话又浪一波。嗯。刚刚说到就是说，如果是在打团情况下，正面打团情况下，皇族打不过一红这边。打不过，因为有蝎子王，蝎子王后期打团就很没什么用。然后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皇族这边一直在被单抓，嗯，或者说出现小规模团战的时候没有打过，是自己抓人特别反抓，对，是这样的，确实感觉爆发不够了，这就好像感觉到一红这边会有一点会有翻盘的，是他们不管是暴君还是黑桃都能做到一个在小范围团战的时候有一个成堆的爆发的一个输出，
来了吗？虽然说蝎子王有两波很漂亮的杀暴君，但是问题是，没有通过这一波单杀之后做点什么事儿啊，比如推塔呀、打龙啊都没做到，只是把节奏拖到后期而已。但是后期没有明显打都打不过，就是取得了一个人头700块钱的经济，感觉仅此而已。在这个版本吧，猎单改完之后吧，现在越来越多的奇奇怪怪的猎单登场了，蝎子王啊、瑞斯啊什么，之前的咒语看不到了，之前亚历娜看不到了，可能现在双方职业选手里面还是更多的想去研究一些猎单的套路吧，包括什么食人魔，可能真正的好的猎单要等到。好，这边又拉到一个凯撒，又是、又是五人帮。凯撒很可怜啊，死亡之后交了个大招，死亡的时候唱了首歌是吧，绝望之歌。人死魂战啊，别闹啊，凯撒应该没买活吧，感觉英魂要反打了呀，英魂五打四感觉上要反打，虽然说图腾没大招，图腾大招很快啊，很快，三级大五十秒，很快的，感觉基本上已经赚一半了。哎，这 Q 人品挺不错的，有点晕一下。哎，打图坦吗？不合适吧？哇，全输出帧图坦上，打几上不去，打一半再说，别闹，打一半再说。你说这个蝎子王如果换成时空猎人会不会好很多？对，是吧？蝎子王开大招的时候感觉不怎么强，说实话。他如果就是说他感觉打到现在27分钟，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点，也已经过了他那个强势期了。其实他装备挺有钱的，或者说他在他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强势期的时候，他跟着队伍整个一块团队去做一波推进，可能好很多。他选择去刷钱，去刷钱或者说去单抓，其实他在那个时间点不应该是他做的事情，是没有错。这蝎子王其实蛮有钱的，你看啊，16.2，巨有钱，开大招要留暴君，暴君你死不死？开大招一速来了一个大招，我的天，痛成马了。这个叫太痛了，真的是全军之力杀一个暴君啊，啥是杀掉了？问题是，对啊，黑桃在带线，这偷完这个塔之后要走了，不走的话下路线要丢，黑桃回家。行，这个凯撒的话还是在兢兢业业的做眼，这眼是凯撒插的啊。塔的话倒是都没破，这个经济一看一下嫦娥跟这个，哎呦，妲己比嫦娥更惨。是啊，我们刚才也说妲己要有钱有钱有钱，但是对，真的没办法，钱都被队友拿了。而且他这种情况面对一个图坦，包括哎怎么他上不去，他开大其实上不去。是啊，他根本上不去啊，上去就被拉一套，你又没有阿努比斯，拉了就死，怎么办嘛？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平滑的发育期啊，双方，哎，要秒吗？要秒来了，开了个翡翠，开个翡翠，也是正好也是大招，他刚刚已经是开了大了吧？哇，你听到点声音，他开大了，开大了，哎，也是可以看到被沉默的时候可以开翡翠啊，是不是？翡翠，因为沉默是不会沉默装备技能的，装备栏里面的东西不会沉默，这样子，对。哎，这边也是探花状态不好，直接把中二塔给拆掉了，天哪，有点夸张。哎呦，这时候皇族该何去何从呢？上帝一指，其实换卡装备都是偏向于比较秒人流，但是伤害没够。哎，来了，安吉丽，你是我的天使，哎、是吧？安吉丽迷路了，我在野区迷了路啊，好烦。来了，来不来？迷路乘以二，有没有想要迷路？哎，迷离的走位，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话，皇族又杀，这奇迹怪杀个人，是。双方感觉在中期的时候都有些迷啊。一下这个走位失误，一下那个走位失误的。对，一下这个被抓，那个被抓。但是核心思想就是失误之后推不了塔。对，这也挺关键的。看到英雄这边回城。感觉来了，皇子别跟你闹，你别闹，好吧？我推你塔来了，就说我不推。安宁这边再带啊，回家了。其实可以看到安宁是有买活的，所以说如果这波打起来，安宁向高地推一波。是安宁可能会买了，已经买了。长虹这边有没有 W？ 留一个人，留住妲己，拉谁？拉谁？拉谁很关键？拉妲己吗？拉到了。小仙子，一个大招打你死了，蝎子王也要死，蝎子王一丝血，黑桃这边人堆里打，人堆里打，大西开出来了，是昙花没有拦了，昙花没拦了，海桑先死 ，AQ 死掉，昙花这边抬队追，没拦昙花，黑桃收割，哎呦天哪，这边又一个没有位移的，你腿短好吧，腿跑里面，好腿短，再见，一速 buff 啊死了，打一套，一打三了，现在太痛了，这黑桃无限收割，对，感觉怎么感觉一换一波了。就等于也是刚刚你说的一个情况，有个蝎子王，他在打团的时候并不太好用，真没用。然后没用，加上这个妲己，两个仅有的前排，妲己技能没交出来，蝎子王没虽然没死，但是你感觉活着有啥用啊？对，不是我吐槽这英雄，我是觉得蝎子王他的就是前期对线很强，有点像斯巴达，
但真的打起团来，它起到实质作用其实并不高。感觉这两个要掉啊，换卡虽然买活了两个大哥位，人家四个人，这边喝到是不会死的，强哥这边在的。哎呦，我天！哎，黑桃开着大西，看着大西吸回来了，都在那顶。这个暴君 W 加错人了，暴君 W 加错人了，不过没问题，是减伤还够。是，哎呦，打起来了，阳了一套，但是出了一个范围，还要打吗？没打，大西大招还没了，这很关键啊！怎么连一波了呀？冲动了，是在没有队友的情况下，这个大招你没有十足把握可以单杀掉他，还是？哎，谢子王来了，王的男人，现在真的要称呼猎狼为王的男人，用的好跟用的差太多了。对，但他谢子王用挺好的，不是说他谢子王打得不好，是这个英雄，这个英雄的他上限就一些特，对，他上限很低。来了吗？来了吗？就是他在比赛中的上限很低，应该这么说。路人局还是蛮强的，但是比赛跟路人局是不一样的，对吧？一些在路人局里面我们用的非常得心应手的套路，但是可能放在比赛里不太合适，比如说赵云，对吧？捅得很舒服，但是一到比赛，哎，怎么捅不起来了？对吧？嗯，好，打不到，太灵活了，各种灵活跳来跳去，很烦。皇族也是由于自己的一波推进没推掉，丧失了一个下路，小亏吧，还有机会啊。经济其实持平的啊，也是由于城池凯撒这边一直在带线啊，帮队友牵扯了很多空间。嗯，哎，如果刚刚那一波妲己果断直接卖妲己的话，卖妲己，直接卖，卖妲己也走不了啊！你想想，卖妲己之后，黑桃继续留人，走不了的。刚才其实妲己已经死了，妲己卖与不卖，因为他们可以把战线拉长来打嘛。就是说，因为毕竟那边有位移的，只是一个安精灵跟一个黑桃，是。所以说，如果要追人的话，好，先不说这个皇族这边。啊，被你输死一搏了，别闹，大家都别拖了，拖什么、啊？我这边谢子王又后期越费怎么办？打，我一套一套图腾死了，图腾没拉出来截死，两万级那边那没死掉，没个大招，李桃花被追了，李桃花被晕到了，哎，李桃花这边还好，还行，双方 C， 李桃花被打跑了，黑桃这边满状态，谢子王的切了黑桃，不过没什么用，黑桃满状态，是，还 OK， 而且唯一死的图腾买活了，对，刚刚也是看到一个小小的失误点，那、这个。凯撒把人从妲己大招里面打出去了，溢出去了。这也不算失误吧？可能他想跑，不好意思溢到人了。他没有想跑，他是把人溢过去的。嗯。所以这个有点尴尬，不过还是晕到了一个嫦娥，晕了一秒钟，晕了一下。是，虽然说皇族两个大哥位都没死，但是前排顶不住了呀。对。这蝎子王真的是很尴尬。切人切了一半，突然想起来去切黑桃，但黑桃当时是一个防御 buff。是，暴君就很开心，你看这暴君啊，真的是。找我吧，找我吧，找我吧，开心吧，嘿嘿嘿啊！如果找暴君，这时候黑桃在后面出是你不找暴君，暴君叔叔你别说话，真的挺高的。对，他就是起到一个顾此失彼的一个效果。对，谁都别抓，这样的话三路了，起码三路啊，能不能一波呢吗？女神，其实感觉应该不会。对，应该不会。不活了。现在皇族想杀人真的好难啊，换卡其实蛮顺的，李桃花也蛮顺的。对，哎，你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前面顶不住，哎，还是死了，图丹死第二次。这边翡翠开启继续追。这个，哎，是谁回过头来卖自己？暴君。没有，打不起来。刚刚是选择回头了。是，皇族的线不太好啊，下路中路线都不太好，即使赢了这波团也没什么用。挡这波赶紧撤。是，得了便宜就别变乖了，是吧？你跑。这边，李桃花十六杠三这么爆炸，李桃花竟然开不了全队，这不可是吧？其实我觉得他做完了，他现在3600嘛，之后是射神炮之后应该很神奇的。他如果连好爆两下，你别说黑桃可能会死。是，但是黑桃后面有复活石，那我们看一下，这时候双方 C 的复活石很关键的，黑桃是有的。李桃花这边呢？李桃花是没有的，没有的。换卡也是没有的，可以看到一红的大哥位的复活石都是在的，捏在手里啊。对，暴君也是有的，就等于说黑桃暴君两条命。哎呦，这换卡要死了，黑桃黄金爸爸拿什么打？哎呦，一下好痛，直接一个破扇大招，砰，死了。皇族想透过大龙吗？不是吧，没透。这个时间点是，感觉所有没有位移的英雄在面对有位移的时候，英雄真是头疼、啊。打到后期真的是头疼。头疼，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过，真的腿短，实在不知道一米五以上的空气怎么办呢、啊？对吧？就从小空气很重要的。哎，这边来了又来了，没有位移队友位移的、哎、怎么办嘛？杨威还怎么用嘛？虽然说队友在。开大招，跑下自己，但是人家有位移，前进前退，怎么办？好，浪费。哎呀，位移乘以二，拉到大哥直接死好吗？你有携程有什么用？没蓝了，即使你不死，你没蓝有什么用？你告诉我，
黑桃在哪里？说黑桃在哪里？黑桃没来，黑桃没来，黑桃没来，打过来。刚刚大招开起来了，刚刚那个大戏好像是开起来了，没错，没开起来的话应该会死。但是黑桃直接去拆你家了呀，全回家。长浩能不能留住人？留大哥酱油，留他留对吧？我觉得留大哥可能更好一点。留大哥，大姐他也杀不死，他黑桃去杀大姐了，有一顿没位移，黑桃彻底奔袭杀大姐。你看传过去杀，传后面的兵线。咱有没有第二个 W 很关键？第二个 W 来了，人头还让你了，没让，黑桃取消了，他取消神送了，应该是死了。这是死。这妲己好好可怜啊。常可以玩死他、啊、是体验过绝望吗？让我自个儿玩的话就体验过绝望，不杀他绕着他跑，围着他转圈，这很坏、啊、其实经济还行，如果皇族这么再这么打两波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翻的啊，说实话也是抓一下一哄的这种少人的情况、哎、你看这换卡已经出了个守换法战、哦、真的是觉得输出不够，这已经差不多没错，凯撒也是个纯术士装，什么奥法呀、扎什么翡翠呀、冰甲都出来了。他的冰杖会早出会不会更好呢？冰杖早出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考虑到现在冰杖削弱了，他第一是冰杖削弱，第二是对面的翡翠出的比较早。当对面出了翡翠之后，冰杖其实起到效果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大。其实这句电话打挺好的，对，一个大逆风情况下能做到18-3-6。不会是刚考好过？哎呦，我迷路了呀，兄弟！三个大逆一个逆，大了什么用？什么用？什么用？告诉我好吧。能不能跑？吓死了，吓死了！怎么办？全退过来，全来了，全军包夹啊！再见。谢子昂没复活的话，应该一波了。还好他有复活，但问题是复活之后有什么用呢？大招没了。大招没了，是啊，大招 CD 多久？大招 CD 60呢，还行，挺快的。这谢子昂也没办法，被四人包，走也走不了。刚才如果图坦不推的话，好能好一点，因为谢子昂肯定是必买的，不买的话没了。啊，欢迎微洛啊，挂手地朵买了。好，来啦，这边最后一波啊，51道谁来上来，魔女之力开起来。图坦没有大招，黄卡这边也不敢上，没人敢顶在前面，没人敢，真的没人敢。蝎子王我顶，我也不敢顶，我数据比较好。妲己开大招，但问题是没人救他，没有直接死了，直接死啊，连300都没坚持到。虽然说换了安迪龙一换一，蝎子王又死，两个全班全死掉。黑桃这边有大哥，也换没大哥，怎么办？真的难受。你感觉这局是不是贵了？是，没有前排真太难受了。感觉前排扛不住，然后技能一个技能伤害打不出来，一个扛不住。是啊，3天看下来真的是，感觉没有前排的日子好难受。其实妲己已经很肉了，他说了魔晶的，哎，你换别说，换了一个，暴君死了，暴君买活。哇、哎，你看花死了，真没办法。大哥没死了，这样的话他没有。黑桃状态很好。是，而且黑桃还买活的，这个李天花死亡之后他没买活，这样暴君复活之后。4-1，基本上一波了。是，暴君直接打跳到一个凯撒脸上，凯撒把他淹到泉水里。哎呦，你装叉是吧？哎，哎这，哎呦，丧心病狂，凯撒不服，暴君实力送人头。暴君说：“我看你视频长大的，对，也有道理啊，听着你的歌声长大的，也不是不可以。”那凯撒非常调皮。是，那这样的话，皇族也是在今天第一局赢了之后，连输两局，嗯，还行吧。感觉起码我们有看到进步了，是有看到进步，对，也不要黑谁黑哪个队，我感觉双方不管哪个队又狼死了，什么情况啊？再一个说他也是正好也是这个赛季刚换了三名队友，换了三名队友，感觉除了 Mid One 以外全换掉了，而且 Mid One 也改名了，是吧？是的，反正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欣赏皇族的，能在一个逆风的情况下越战越远越退越勇，其实是我们所值得学习的，是吧？能打胜仗的兵不是好兵，能打败仗的兵才是值得鼓励的，对，是吧？他辉煌时我们慕名而来，他没落时我们也不要转身离开，继续跟追随着他，总有一天他会说不定就重新站起来了。是，没错，站起来。好，那也是这周的比赛也是结束了啊。第一天 W 2-1以后2-0二比一。2-1以后，第二天 AG 2-0 M3， 对，第三天皇族1-2输给了以后，对，好，下个礼拜的话是也是礼拜五，礼拜五到礼拜天的晚上8点，对，博大跟我，对 WCSR 的线下解说，第三周，对，是，那今天的解说到此结束，大家下周见，下周见，拜拜。